大家好，我是 Rena 王，来自 ST 的 PECC 部门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ST 的100瓦无线充电方案。在我后面是100瓦无线充电的 demo 版。那它分为四个部分，一个是电源和TX 发送电路板、RX 接收电路板和电子负载，这个是电子负载的显示屏。那接下来我们详细的看一下TX 和 RX 电路板的主要内容。那 TX 电路板上的主要的芯片是 STWBC2-HP 芯片，在 RX 电路板上主要的芯片是 STWLC99 芯片，这两颗芯片的集成度都很高。接下来是给系统上电，主要是把 RX 线圈放在 TX 线圈上即可。我们可以看到 RX 的屏幕被点亮，同时它的输出电压也是处于一个上升的一个状态。输出的电压是会从5伏一直会升到20伏。好，现在输出电压已经达到了20伏，接下来我们增加负载电流，从0安培可以一直增加到5安培，同时我们也可以降低负载电流。另外我们可以直接把 RX 线圈拿掉来结束整个充电的过程。以上就是要展示的全部内容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，欢迎联系我们 ST 的销售或市场人员。谢谢。